我们 focus， 我们虽然今天有媒体朋友在，其实媒体朋友只是来看热闹的，我们还是要讲我们的诉求，其实媒体朋友只是来看热闹的。那个各位媒体朋友，我在这边，首先那个要跟大家，谢谢大家这么晚的时间来这边哦。那对不起啊，我是看热闹的啦。对不起，我接下来说这个话，然后呢，我要来，他们提醒了我，刚刚居然讲这个话，我必须要跟你讲说，这不是你的心态吗？不是我的心态。我怎么会是这种心态呢？你脱口而出了吧？是我脱口而出了，脱口而出会说错话，这就是疲劳。OK， 我做了一个月疲劳，做了一个错误，我勇敢承担，我在这边跟大家说对不起。那么我希望大家也不要这么生气了哈，因为我做错了嘛，我来承认，然后希望大家原谅我，然后两兵交战了，不小心那个说错话了，因为刚刚的那个，我算了，我不要讲刚刚的事情了，刚刚大家都看到了，我还是在这里很慎重跟大家说对不起，那么很抱歉，我说错话了。媒体朋友，我必须要讲了，我们这个所谓劳资方面不对等的一个对立的状况哦，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有媒体朋友。如果今天没有这个直播的话，所有的事实都不会出去。对，那刚刚有录到这个东西也会出去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出糗的样子。但是这是不好的错误，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跟大家，真的很诚挚的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。再一次说了，你们是我们最大的支柱，如果没有你们在的话，我们一个劳方的一个。这样子的一个诉求是没有办法传出去的。OK， 谢谢大家。